Hello， 大家好，占用大家几秒钟，我是瘦身营养师依依。我已经帮助上千位网友通过不节食、不运动、健康有效的方法减肥成功。这个是我好朋友周欣，生完孩子体重达到了136斤。通过我们提供的健康减肥方法，在不节食、不运动的情况下，两个月瘦了29斤。这个是佳佳，现在已经瘦了24斤。还有陈先生也已经成功减肥，一个月瘦了19斤。如果你也想减肥，又找不到适合自己的方法，请加我微信 AC119876。再重复一遍哦，微信 AC119876。现在添加依依为好友，还有机会获得依依为您量身定制的减肥计划一套哦。有火吗？没哦，不是火。
Co chce? Jak se máš? To je to, co ty papre? Nic moc. Slyšel jsem, že jsi na náměstí ukradl tašku. Je to tak? No. Já jsem ti říkal, že náměstí je moje teritorium. Jasný? Nevím o tom, že bys si dočkal. Nezkoušej na ně tyhle triky! Řekl jsem ti, že to náměstí je moje. Jasný? Drž se od toho náměstí dál. Nebo uvidíš. Jasný?你知道那个伏尔塔瓦河怎么走吗？就，哎，站住！站住！站住！把包还给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知道你们是一伙的，包里的钱可以给你，但包还给我。小姐，我没见过你什么包啊。要不你从我身上压过去，要不你把包还给我，我死也不会松手的。我为什么要帮你？我可以把钱给你。我已经有你的钱了。那你说怎么样？给我睡一晚啊。让开。干嘛啊你？我答应你。啊？但你要把包还给我。这个是吗？早上那个包哎。好，我到。你确定在这儿吗？在这里啊。怎么没有呢？我怎么知道？被收走了吧？垃圾车吗？应该是。走吧。去哪？垃圾场。开玩笑吧？你知道布拉格莱场多大吗？多大也得找啊。我赔你个包行吗？不行，我只要我的包。迪布拉布拉斯尼瓦霍嘎。Tady to dneska dáváme. Co hledáte? Kabelku. Hodně štěstí. Oje, ty bys chtěl jít vámě tady, ba?
我找这边吧，你去那边看看。快去吧。不至于吧，一个包而已。不是说再赔你个包吗？你也知道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大不了晚上我们去吃个饭，喝点小酒，明天醒来什么事都没有了吧。哎，你干嘛去？那是我的包。你说那是你的包？你确定吗？我确定那是我的包。哎，等等等，我去帮你要回来吧，我认识他。认识他吗？是熟人，放心吧，我去帮你要回来，你在这等我。Billy, c'è la mia messa. Non. Ciao, Buf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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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ao, Buffy.大家不要问我，以前是垃圾，不是钱那些的。你们这些是大家不要开头耶。我就是没 flatty， 我就是你啥不垃圾。你懂不？我是几岁的？不认识。是垃圾不得了？大家不要给发生几岁？那来，不就是我是几岁才能问你？咋了？是那都没。那么也能对付的，我就接那些的。阿里东的是看米多，大家不要给我们继续发给。这是谁？Jak si svůj kabelku. Poslouchej mi, ty sráči! Řekl jsem ti jednou, že chci 20 tisíc nebo nic, jasný? A nebo si podal trochu stylinku zátka. No, do prdě! No, 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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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prdě! Ty mi zlomil, kdo to mi vlastně, je to tebě, já už jim, do prdě! Dáče! Kostám, co? Pomoc!小雨，早点睡吧，明早还得赶车呢。我睡沙发。
这什么？骨灰。骨灰？我爸爸的骨灰。他这个人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环游全世界，不是为了照顾我，到死都没能完成愿望，所以我帮他完成他的遗愿，把他的骨灰撒满全世界。你在做环球旅行啊？嗯。你去过多少地方啊？不知道，但我知道快完成了。烹调是新手常犯的错误，在龙虾身上盖上毛巾能让龙虾多活好几天。装盘要留白，构图要符合几何学的原理。我撒了个谎，这个谎言马上就要被揭穿了，我会死得很惨。我叫江小北，我生活在上海，我开了一家餐厅，餐厅的名字就叫这就是生活 C'est la vie， 我是主厨。你跟他打电话了吗？我是让你来尝新菜，不是让你来聊八卦的。怎么样啊？好吃的都快高潮了。那为什么还是没有客人啊？你得讲个故事。故事？这叫互联网思维。现在的人来餐厅吃饭又不是光为了吃，总得是因为这儿有什么与众不同吧，对不对？马修方索啊。马修方索。老板，有客人了啊！吃遍上海滩，我是周昌建，欢迎和我一起品尝沪上美食。你是大厨。我是。哪儿学的？我自己学的。
这个时代谁都敢说自己是大厨。姑娘，小姑娘啊，我问你，你是大厨，你得讲个故事对不对？马修方索瓦，马修方索瓦啊，马修方索瓦是我们的大厨。可以让他出来见一面吗？我想当面表达我的敬意。他比较害羞，不太习惯当面接受别人的称赞，对不起啊。没关系。嗯，这就是我需要的故事吧。莫西冯苏瓦是巴黎兰黛厨艺学校毕业的，毕业之后他遍访各国，跟各个名厨切磋手艺，所以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的。他23岁就当上了主厨，25岁就有了属于自己的米其林餐厅了。为了事业，他几乎完全放弃了个人的情感生活。这么多年以来，他从来没有跟女性亲近过。冯苏瓦过着苦行僧一般的生活，他温柔体贴，从来不滥情，有责任心，简直就是个完美的男人。我可以见见他吗？不好意思啊，他很低调的，比较害羞。不好意思，我就是要北海道那种鱼干，其他的鱼干做不出我要的味道。老板再见。再见，明天见啊，辛苦了。谢谢你，我是冯苏啊。拍我们餐厅？嗯，我们的主持人周昌建先生他来这里尝过呢，他对你们的主厨弗朗索瓦先生的评价非常的高。可以不拍吗？不可以，我明天下午2点就来。啊？连大厨都是编出的，难道我们还能相信这家饭店做出来的菜是安全的吗？说话吗？对，明天下午2点啊，拜托啊。啊，不是，下午2点。我怎么办呀？好办。嗨，嗨，嗨，嗨。Hello. 你这什么意思啊？哎，你觉得哪个像你编的弗朗索瓦？这能行吗？反正就演戏嘛。不就演戏吗？谁不会啊？你会做菜吗？做菜 ，cooking， 厨师。小姑娘啊 ，Monsieur François， 朱先生 ，I'm late。啊，侬好，你给我出来一下 ，OK。你好啊，这是我账号，你可以把钱直接打到这个账号里面。什么呀？啊？你想赖账啊？先生，我不认识你啊，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OK， 那找弗朗索瓦的事情就麻烦你自己搞定了。嗯？哎，你。
别走！你怎么知道弗朗索瓦的？你自己告诉我的呀。我告诉你什么了？你自己撒了一个谎，编了一个。嘘。一个不存在的人，你当时哭着求我，我看你可怜才答应你的。你帮我找到他了？找到了，我，弗朗索瓦先生。你？对啊，我还学了几句法语呢。奴，喂，比如，怎么样？那你是厨师吗？不是啊。那你会做菜？不会。那怎么可能啊？哼。其实呢，我是一个演员。就是演什么像什么，绝对专业。那，你看看，我可以接受你们的采访，但是你们绝对不可以拍我做菜。为什么？因为做菜是很私密的，就好像女人和男人。他们俩在床上亲热，你懂的。这种事只能做，不能围观。我是不拍色情片的，我很讨厌。不好意思啊，小丫头。哎，赶紧洗洗。啊。好吃。弗朗索瓦先生，你的羊排很美味。啊，谢谢。有什么秘诀吗？加一点中国的胡椒提味。啊，秘诀嘛，要像对待情人一样对待这块肉，爱抚它。这个秘诀我一般不告诉别人啊，这可是我的独家。是啊，这就是我需要的故事吧。这家小小的餐厅味道却十分地道，他的法国主厨弗朗索瓦功不可没。米多好吧，老贼啊。面包怎么样了？烤好时间，别烤过了啊。咋了？咋了？你应该说咋发病啊。Hello， 嗨，321，我爱你怎么说？是 Dan， 是 Dan。Merci Monsieur François。大家动作麻利点，不然客人特别多啊。八号桌的菜多加点盐，知道吗？他失恋喝多了，品不出味道，连眼睛都哭肿了。真的吗？还挺上相的嘛。到底叫什么名字啊？ Tom Cruise。 那我还叫张曼玉呢。你为什么到中国来做演员啊？实话跟你说吧，其实我是一个特工， CIA 在全球追杀我，我是个很危险的人。我是认真的。我也是认真的，别跟我开玩笑。好吧。是为了一个女人，这个我倒是相信。你那么花心，我才不花心呢。孤单，就是因为孤单。那么多女朋友，你还孤单啊？每个人都是孤独的。上帝把我们每个人都封闭在只属于他自己的时空里。哎，你知道光速吧？光速。啊，我知道啊。其实我现在看到的你，是一道反射光，那道光是从你身上反射过来的。
你现在看着我的眼睛，就算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有一厘米，看着我，我们眼中的对方都已经过去了。两个人身体的触碰，这个才是当下，才是最最真实的。你就是跟那些女孩那么说的，然后让他们亲你的吧？怎么，我说的不对吗？你不是一直生活在过去吗？我经常看你拿起电话又不敢打，难以忘怀，是不是？啊，没错吧？告诉你实话吧，我的名字叫 Tom Cruise， 骗你的 ，Jack Foster。在我高中毕业的那个暑假，我跟那个人表白了，可是他拒绝我。他跟我说他喜欢温柔的，会做菜的。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学着做菜。他说他最喜欢的一道菜是威灵顿烤牛肉，我就一直在练习那道菜。后来我听说他有女朋友了，而且他的女朋友不会做菜。C'est la vie。其实我这家餐厅离他的公司不到500米，我一直想象着有一天他能够走进我的餐厅，哪怕是他带着他的女朋友，我就是希望他能够尝尝我做的菜。后来我听说他要出国了，可能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最可笑的是，我到现在还不会做那道威灵顿烤牛肉。那为什么你不直接去找他，让他尝尝你做的其他菜？我不想让他知道我还喜欢他。可是你为他开了一间餐厅，哎。好吧，我下班了。晚安。你说他会喜欢我做的菜吗？其实他喜不喜欢不重要，你自己的感受才重要。去试试，好吗？干嘛又扔啊？走走走走。这个地方我真的很喜欢，可以看到很多的大船，所有的烦恼都忘记了。你不是说我们现在看到都是过去的吗？反正现在很美啊，想那么多干嘛？冷了吧？好了，来不及了，他明天中午就走了。算了吧，还是试试吧，免得后悔。我手没事的时候我都做不了。怕什么？我可以帮你啊。你连切菜都不会好不好？我在厨房混了这么久，好歹也学会了点什么吧。不试试会后悔的。
这个会。加点油。啊，对吧？嗯。该给他送过去了。给，打给他。喂。我是江小北，我挺好的，你呢？我开了一家餐厅，就在你公司附近。听说你要出国了，就想让你尝尝我做的菜。那我马上给你送过去。再见。这是你最喜欢吃的威灵顿烤牛肉，就这样，一路平安，就这样。来，老板来了。哎，布朗索瓦呢？没看见呀，我一天都没见他了。哦，我上去换个衣服。哦，哎。二位不好意思，我还没开始营业呢。我们找人。找谁？找他。马修·冯斯瓦不见了，就像他从天而降的出现一样，他又一下子就消失了。我想象了很多种他消失的理由。也许他突然被某个大导演发现了，成为了大明星。好久不见。这场戏我觉得我们两个演得不错。然后呢？也许他真的是个特工，被 CIA 的人追杀。也许他终于遇到了他来中国要找的那个女人。总之，他再也没有出现过。Monsieur François 是我自己编出来的一个谎言。但他说的对，我不应该总是生活在过去的幻想里。Monsieur François 是假的。周先生。你好，但他是真实的。我是江小北，有一件事情，我想跟您道个歉。我可以找到他，不试试，一定会后悔的。
估计你在准备考试，没时间接我电话。假期结束了，意大利很不错。我三天后回来，想你。好吧，我忍不住了。其实我已经在门外了。Surprise! C'est dingue! Pourquoi t'as pas fermé la porte? C'est pas ma faute, merde! Je suis pas chez moi ici. Tant aujourd'hui, c'est vraiment pas bonjour.Est-ce qu'on se connaît? Maintenant, oui. Kuma Amrase? C'est la Bahi. No reason. Tahar! Ahet! Tu sais pas ce que tu as fait aujourd'hui? Tu as fait le signe, tu dois partir.你们女的现在怎么能这么随便呢？你失恋了？我失恋关你什么事情？哎，对了，你怎么会说中文的？你跟我走吧。去哪儿？我带你出去玩，带我男朋友。反正你失恋了。灯亮了，哎，你怎么进去的？
哎，你怎么进来的？拿着。干嘛？偷东西啊？啊？你怎么能偷东西？这是犯法的。啰嗦，赶紧帮我装。不行不行，不能偷东西，我不能跟你同流合污。这要是警察来了，把咱俩都抓了。你别翻了，我赶时间。不是，你要这么多玩具干什么？知道没好事，你让我做你男朋友就是干这个，下不下来？我就不下去，谁知道你又带我去哪儿？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待住了。不然我带你做点刺激的事儿，要不要？哎呦，我的手没劲了。你喜欢前面还是后面？那是后面吧。哈哈，还要系手铐。好疼！纹身这么疼吗？好了，我看看。哎，喜欢吗？你神经病！虫子，我以为就是重新 follow your heart， 很多汉字我都不认识。你是斑马吗？那两个字没问题，加在一起就是骂人。我倒什么霉了？我做你男朋友，我这一回不是摔死就是冻死。现在你气死我了，你别跟着我，不然我跟你道歉嘛。对不起，我玩具好多的，一个人送不完。哼，那我背上这字怎么办？能给我洗掉吗？你不怕疼，我就帮你洗。你必须给我洗掉！笑什么笑？你们这些老外真搞笑，什么汉子都敢往身上纹。我以前见过一个美国人，身上纹了个青豆虾仁，多傻呀、啊！还以为……别碰我，我还没有完全原谅你。思考我的爱情为什么这么失败？失败？
你交过几个女朋友？一个。你现在几岁？29。干什么呢？博士。学啥的？物理。星座？处女。你上次做爱什么时候啊？去年吧。所以你女朋友今天在跟别人吗？哎，你老揭我伤疤干什么？你还笑？快快快！你也得说一个，比我还悲惨的经历，让我心里平衡一下，不然你就把这杯酒喝了。我妈福建人，我爸法国人。嗯。两个人好了之后没多久就离婚了，然后我跟着我妈。嗯。但是我妈癌症走了，然后我就跟我爸。我爸打人、酗酒，什么都来。啊！受不了，离家出走。结果。找他的时候，反正他也死了，就这样。你编的好悲伤啊，我都想哭了。明天我们还能见面吗？明天我们不见面了。为什么？酒喝一喝，走吧。不行，我不走。Maintenant à l'actualité. Aujourd'hui, dans la soirée à Paris, s'est produit un accident de la route.Une jeune fille s'est faite renverser par un minibus en traversant l'avenue Mozart au feu rouge. Son état est critique. La jeune femme s'appelle Vanessa Jean, elle a 24 ans. Et d'après ses papiers, elle a été renversée le jour même de son anniversaire. La jeune femme se trouve actuellement à l'hôpital dans un état critique. Nous lançons un appel aux membres de sa famille ou des proches afin qu'ils prennent contact avec la police le plus vite possible. Pauvre enfant, que Dieu la protège.新闻上看见你被车撞了，不会真是你吧？是啊。我好喜欢他，他跟我妈送给我的长得一模一样。本来想买来当我生日礼物的，可惜啊，没看上那台车。走吧。这一生可以做很多事，想要吻一次陌生人，爱一个人，让所有的孩子都有玩具，
当一次刺青师傅，做一次水压跳水，可是我没办法了，我没时间了。走，我带你去过生日。你叫什么名字？文丽莎张。你多少岁了？现在满24。Vous avez chuchoté plein de choses pendant votre coma. Vous avez ri, vous avez pleuré. À qui vous rêviez, hein?把他的航班信息发给你了，你记得接他啊。好嘞，拜拜。女生的未婚夫因为一场山难死了，女生很想念他，就找出了他高中毕业纪念册上北海道老家的地址写信给他。其实他也知道那个老家早就废弃了，信不可能寄到的，没想到他竟然收到回信了。有鬼。这是喜剧还是悲剧啊？是我最喜欢的爱情电影，看了好多遍，台词我都会背了。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有一天我结婚了，一定要去一个雪很多很多的地方度蜜月。
哇，你这么早之前就决定度蜜月的地点？所有有血为背景的爱情电影都特别美，你不觉得吗？茶快吃，快吃。你那边有？明天我们是7点起床，7:30吃早饭，8:30要准时出发，因为9:05我们要搭火车去参观一家百年酒厂，预计是10:30左右离开。然后我们要去咖啡厅吃著名的松饼，哎，你知道吗？这是旅行杂志推荐的北海道必吃的100道美食。午餐是烧肉，位置已经定好了。你在找什么啊？我好像没带手机充电器。老婆好吧？谢老婆。都跟你说了，出门一定要列个行李清单，你就从来不听话。上是齿王蟹。哇，以30分钟为单位，你可以带团嘞。一辈子一次的蜜月，当然要好好珍惜啦，每一分每一秒都不能错过的。但是导游，我在蜜月行程表上面好像没有看到那件事情。这是额外行程，限定半小时，12点之前必须睡觉。OK。快点啊！好痒哎，老板，怎么样啊？蜜月还开心吧？帝王蟹有没有多啃几只啊？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哎，有个事情啊，上海呢有个米其林3星大厨托我找一样食材，说北海道有个好几代的老店做的鱼干呢、啊。哎呦，这真是美味啊！你在那个地方正好了，顺路买点回来，跟老板认识认识啊。那请问老板那个店在哪？哎呀，北海道嘛。不是老板，北海道很大。日本嘛，再大能有多大呢？可是知道的，跟日本人做生意礼数要特别的周到，就帮我买份礼物送过去，就这样了。来，等一下把地址发给你哈。可是我蜜月愉快啊，祝你们两个人去回来变三个。谢谢老板。你知道吗？我们今天中午要去吃人家烧肉，更厉害。那今天半年才能预定呢，菜单我都想好了。网友力荐的是牛舌跟牛五花，你知道他们怎么写的吗？一口咬下去，满满的油脂在嘴里奔窜，犹如一场美味的爆炸。想到我都要流口水了，快吃上。新婚旅行の2名なんですが、急にキャンセルをしたいということなんです。急になんです。You wanna cancel your room, sir? I'm sorry. Change up. 出てしまう。お疲れ様です。
你要赶紧办，走快点。啊，行行行行行。小心！哦，幸好我赶上了。我们去哪儿啊？我老板说问一下，应该就会知道了。所以我们要去找一个根本就不知道在哪儿的地方啊！我老板都这样讲了，我不能拒绝啊。可现在是我们两个人的蜜月啊。可是度完蜜月，我回去之后还要上班啊。满满的油脂在口中奔窜，有一场美味的爆炸。按原计划，我们应该在吃烧肉。应该是这个月台。手机都没电了，我还有八家餐厅、三家旅馆、两个博物馆要取消，完蛋！那就不要打了。在日本是大机会，你订了又不去，会给人家带很多麻烦的。而且定金都交了，现在全都浪费了。可是那你当初票预定，现在不就没事了？没事？那你有没有搞错啊？你知不知道你现在那么悠闲的在这儿，就是因为你老婆全都把计划做好了，要不然你可能找一家餐厅都要两个小时，还走进家超难吃的地雷店。现在我的计划全都被你破坏了。那我手机让你打吗？喂。老板，我正在找，哎，不麻烦，不麻烦，不麻烦，没事，反正算顺路，哎，好，是是是，好。你一直觉得我们很有缘分，是无意间在跨年派对上遇到的，对吧？啊！我们一见面，就觉得我很了解你，我们两个特别投缘。对啊，那天晚上，我们不是聊了十几个小时？其实是汤姆计划好撮合我们俩的。今日も寒くなりそうだね。本当寒いね。彼ら外人か？なんか喧嘩してるみたいよ。
じゃあ、お気をつけて。我怎么不晓得你认识 Tom？ 他觉得我们很适合彼此，就跟我说了很多你的事。我说，那就介绍我们认识喽。所以在我们见面之前，我就已经知道你是我会喜欢的那种男生。你以为的命中注定，其实都是计划好的。干嘛？我是来跟你度蜜月的，我现在在干嘛？我都快冻死了。你不是想要到一个雪很多的地方吗？你现在这里了？这是什么蜜月啊？跟我想象的根本就不一样。那你想要的是怎么样？泡在温泉里面看雪，是不是？你根本只是想要一切按照你的想象发生，你根本就没有想清楚结婚到底是什么。我告诉你，这就是结婚，就是跟我他妈在这冰天雪地里冷得要死，然后找一间他妈不知道在哪里的店。要找你自己去找，我要回去享受我的蜜月。你干嘛？你等一下，我还没有讲完。你以为只有你有计划是不是？你以为只有你有计划是不是？我告诉你，我也有很多计划。我本来打算把工作辞了，跟朋友做生意闯一闯，然后呢？结婚前一天晚上，你妈打电话给我，跟我讲说要我尽快买房子，所以我能怎么办？好，我待在公司多存几年钱。OK， 你说度蜜月想要到北海道看雪 ，OK， 雪这边都是雪，为了这趟他妈的豪华赏雪行程，你知道吗？我跟老板预支了业务奖金，所以我能不接他电话吗？我也不想接他电话，我这样子到底是为了什么啊？我这样子到底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完成你每一步都想好的计划。我只是想要一个完美的蜜月。喂，啊，哎，老板，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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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没，好，好，谢谢，对，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我快找到了，是是是，好好好，好好拜。Yeah.
そうだ。砂糖のところの三つ男のところに子供ができたらしいよ。三つ男もじいさんか。早いもんだ。もうすぐご飯だ。ご飯ができたよ。明日も雪が多そうだな。あら、そうか。喂，老板，对不起，我真的找不到。我找到了。啊？我真的找到了。夫婦？ハニムーン。ハニムーン。ハニムーン？はい。新婚旅行で来たって言ってるよ。こんなところに？変わってるね。若い人たちは何を考えているんだか分かんないね。どうぞどうぞ。ハネムーン。ハネムーン？ハワイ。ハワイに新婚旅行に連れてくために、俺は社長から金を借りたんだ。全額返すのに2年もかかったよ。ハワイか。懐かしいね。わあ、綺麗です。私が選んだね。いい花柄だね。よく似合ってるよ。小雨。一度も来てないけど。你要不要再带我去一次蜜月啊？啊？ハネムーン。嗨。找地陪靠谱吗？我下了飞机，坐在外面40分钟了，打电话也不接，这专业吗？这个，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输人不输阵，你一个宅男，你懂什么呀？你赶紧把我电话挂了，给地陪打电话。
抢劫啊？不会说话是吧 ？Benvenuto a Firenze， 我是小麦，欢迎来到佛罗伦萨。你知道我在机场外面等了你多长时间吗？你知道这些时间我能干什么吗？我能完成一个项目的 PPT 了。因为你的不专业、迟到，我所有的行程都要往后延。还有你这个车，大哥，你知不知道你接的是人不是货呀？这个呢，是我接下来两天的行程和计划。既然你已经收了钱，你就有义务严格的执行，别再给我出现今天这种情况。问个比较着急的事儿啊，网上说十字广场是艳遇圣地，是真的吧？是不是真的？我跟你说话呢。啊。Ok, continuate pure. Auguri ai figli maschi. Arrivederci. Grazie!十字广场到了。你送货啊？送货你还敢收我钱？有问题。那回去啊。Tutto bene? Ciao Gianni, come stai? Ciao Mai! Mai, buongiorno! Ma quanto sei bello oggi, sei proprio in forma. Anche tu non sei niente male. Grazie. Come stai? Grazie. Vieni.Ecco qua il caffè che ho fatto per lei. Anch'io. You're welcome.Dell'anno prima l'industria del tessile riconvertì, pur senza uomini fu produzione, ma panno da guerra e non giacche e gilet, rabbia e coraggio. Mezzo, 就是这儿。
你干嘛？置办点东西。这没特产，置办什么？男人，明天之前一定要置办一个。你那么急着用？因为我跟你短短的相处，我警告你，别给我捣乱。Sei cinese? Ma dove vieni? Sai che sei molto bella per essere una ragazza cinese? Ragazzi, mangiate nei vostri piatti. Che problema hai? Questa è... Che problema hai? La mia donna. Che?太可怕了！哎，说真的，你有多久没碰男人了？你刚那样子根本是饥渴啊！我知道，你们国内女人就是太不滋润了，对不对？啊？停车。我真的特别饥渴，特别迫不及待的想找一个穿的没那么邋遢、嘴巴没那么贱、对我又没什么企图心的正常男人陪我参加我前男友的婚礼。他娶了个比我年轻的辣妹，又选在我们当初计划好旅行结婚的佛罗伦萨。碰到这样的事情，也只能带一个像样点的新男朋友去争口气回来吧，哪怕是假的。我这人做事特别有计划，处理不了突发状况，别再给我捣乱了。我保证把你所有的酬金都付清，你也得保证。好，我保。爸，你能不能回去好好看看我的计划？ Buongiorno. Welcome in my farm. Thank you. 你房间在楼上。我自己拿。
你的房间到了，朝南，风景好。洗澡间在后面，七点前归女人，七点后归男人。How are you? Fine. Do you like bread? Thank you. Who's getting bread? Can I take a look? Wine. Should I pay for that? It's free. Yeah. Thank you. I made by myself. Really? Yeah. Sal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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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Beautiful paintings. My passed away son did that. Oh, I'm sorry. No, never mind.Oh, look! Now I have another son outside over there. Because the life goes on. This son also has been good to me, very good. If we were not here, things would not have been better. So I still have hope for life. For hope. For hope.Oh my God, the food, my food, my food. C'è una bella musichina che ci rinfresca stasera, dai! Vai! Vai! Adesso voglio fare un brindisi a lei e augurargli di trovare un fidanzato meraviglioso in Italia. Sal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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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isa! Asumo. In effetti.Thank you.
100欧。一口价50。70。成交。明天好好扮演我的男朋友。出场最重要，要用气势压倒狼狈。你说，如果有人问你是干什么的，你怎么说？小麦，欧神写，射手座，地陪酒保、建筑工人、推销员，能挣钱，什么都做。不行不行。你得说你是意大利名牌大学毕业的硕士生，学建筑设计的吧？正准备回国创业。我们呢是在北京的 party 上面认识的。你这个头发不行啊，胡子也得刮一下。你有正装吗？你要是没有的话，明天我陪你租一套吧。反正你现在整体造型比我计划中的男朋友要差很多。姑娘，不是每个人都有义务走进你的计划里。一份体面的工作，一套漂亮的礼服，一个学建筑设计的男朋友，这都是你参加前任婚礼的必备物品清单呢、啊。这都是假的。如果你的人生要靠计划才能实现，那我问你，你那本新娘日记里所有计划都实现了吗？你还不是苦逼呵呵的跟我这个 loser 在一起，一起站在这里对着空气歪歪。你这个渣男，你看我日记。除了我还有谁想看？滚！我知道，从来没有人愿意把我那本日记当宝贝一样收藏着。现在也不需要你。你好，我是罗天宇的前女友，我叫嫣然。Fuck！ 恭喜你捡到一双我的旧鞋。顺便告诉你，我为什么把它扔了。活太差了，不用谢。
Io non sono mai stata con un americano. Mai! Non sono neanche mai stata con un africano, con un coreano, con un thailandese. Io non sono neanche mai andata in Brasile a ballare la samba. Tutto questo lo possiamo fare insieme. Ma no, ma che facciamo insieme? Cioè, io voglio anche andare a letto con più uomini, capito? Cioè, tu vuoi venire a letto con più uomini con me? Questo no. Appunto, questo no. Cioè, è comprensibile. Ok. Senti, a me dispiace moltissimo. Sì, io non sono pronta. Io ti amo, però non sono pronta, mi dispiace. Kanawo这样子，高兴了吧？ 为什么邀请我来？ 你不记得我们分手的时候你跟我说了什么话？ 你说我这一辈子都得不到幸福，我就是要你看看。 你呢？ 有见你，你不是说现任会跟你一起来？ 假的，我都单身一年了，连个床伴也没有，还不如你呢。 不过我现在已经学会不去计较以前的事情了，在这儿学会的。佛罗伦萨真的很美，很适合疗情伤。好运，小姐。 是你叫的免费回程车吗？ 其实一场完美的婚礼，并不需要钻戒、花童、定制婚纱。我只想和你一起去一个陌生的国家，一起走一条好像一辈子都会这么走下去的路。 干几件结婚后也许永远不会再干的事儿。当然，我也有不能免俗的地方。我想和你在星空下跳舞，直到天边都亮起来。 把我姐介绍给你的这个不靠谱的玩笑，现在可以兑现了。好的，好的，好的。好，我已经把她的航班信息发给你了，你到时候记得接她啊。有，航班信息我收到了，放心。好嘞，拜拜。
时的撮合啦，你要美美哒，让个渣男后悔死。哎，老板，上海呢有个米其林三星大厨说北海道有个好几代的老店做的鱼干呢、啊，这真是美味啊！你在那个地方正好了，顺路买点回来。那请问老板那个店在哪？北海道吗？我就是要北海道那种鱼干，其他的鱼干做不出我要的味道。好嘞，江老板，我们已经派人到北海道去找了。好吧，告诉你实话吧，我的名字 Jack Foster。 你为什么到中国来做演员？因为一个女人。Maintenant oui.
But the angels, they chose us to sprinkle.